现在狗窝里面只剩两只小柯基了，他们的狗妈又溜出去玩了。这个烧饼啊，自从生完小狗之后，基本上没在狗窝里面待过，到处跑，又玩去了。那不是，上面在那玩去了又。来看一下，你又玩去了，等一下把你小狗给你藏起来，惩罚你一下，让你知道你回来之后看你小狗没了，看你什么反应。好了。现在我要把小狗给它藏起来，惩罚它一下。首先，先把这个小母给藏起来，这是刚孵好的地方，再藏起来。这是沙发，然后是这个，这个长这么大，现在这才第6天，都这么大，天爷！好了，把它给藏起来。好，两只小家伙藏起来了。然后我把烧饼给放进来，看烧饼见到没有小狗之后什么反应。烧饼，过来，烧饼，你看还不知道咋回事呢。烧饼，你的狗呢？烧饼，你看不知道什么反应吗？烧饼，你看小狗呢？没了。哎，没了。心想着我这狗跑哪去了？咋一个都没了？你看，找自己狗呢，就得惩罚惩罚它，让它到处乱跑，每天不待在狗窝里面。你看小狗把这毯子给尿的，它也不知道给小狗舔一舔，就知道乱跑。找吧，找不到了吧这回。你小狗呢，烧饼？你小狗呢？哎，它也不着急哦。你小狗呢？傻，自己狗都没了，也不知道找找。哎，它听见声音了，听见声音了。你找啊，小狗呢？就不给你拿出来，惩罚惩罚你，下次还跑不跑了？啊，烧饼，你要下次再跑，我还给你藏起来，知道错了没？跑哪去了？好了好了。今天惩罚到此结束吧，我看他明天还跑不跑。在这儿呢，你看看，给你。舔舔他吧，看是不是你的娃。过来吧，看你又跑不跑了，去吧，进窝里面去吧。对了，你看着你孩子多好。这个也拿过来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非要到处跑，这屋里面也不热。啊，烧饼，下次别乱跑了啊！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吧，拜拜。